住龙狮馆。当然还有说我们的那个女师傅呢，把我们的龙狮馆呢带上了国际。是啊，我看你们的台湾一直在进步哦。是，不希望说人家说啊，你们扭回去那扭回去找，就是一些不入流什么八加九，其实没有。每个部分呢，好的部分你们不说。
观赏到这些热闹的活动。是。而且其实在早期啊，庙就是一直在安定人心、聚集人心这一个活动的场所啊，所以对大家来看到这些热闹的活动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对于对什么设计这些话都非常的用心。